我知道在我们这样的跨国集团，中国内地人做不了老大。On entend encore souvent la direction Meng Fan à Singapour, Shu Wanting à Hong Kong, Chine. Il y a encore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qui s'opposent à ce type de nomination. Donc c'est déjà un miracle s'ils ont atteint des postes aussi importants. 所以这就是本土中国人无法突破的天花板。我是来参加 SW 面试的。如果这次应聘成功了，我对自己的规划是3年成为 SW 华东区销售骨干，5年内成为 SW 华东区销售总监。你可别小瞧人，等着我给你秀完张小鱼七级，准备合同吧。OK， 我想试试把他逼到悬崖，能不能开挂？老板，我要放大招。如今的中国今非昔比，世界第一大市场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中国人的智慧韧劲一点都不输给外国人。这一战 VSW， 我的任务下个月夺回大中华区销售第一，完不成我走人。眼界的宽度取决于你的高度，当你站得足够高不用仰望的时候，你才能领略真正的风景。中国人不仅仅是劳动力，不仅仅是一个庞大的市场，他是能创造无限可能的最优秀的人。我今天拼下了中国区总裁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让所有在 SW 中国区的员工看到希望，而且他们已经看到了为中国人设立的这个天花板在 SW 不复存在了。我林睿能够做得到，你们也能做得到。除了张小鱼奇迹，我们要把中国区做成第一大市场，给总部那些老外看看中国奇迹。